为什么这个贵呢？因为它是咱们把那些就是说，一个是咱们雇的 trainer 够有一点费用，一个是那个速冻一磅要8毛多钱，再加上从那个阿拉斯加运回来，这也有一段费用。就是4磅大概有个10几根海参，一个竖长条的，一个针。